一，再南极，再努力也烧不开一壶水，说明环境很重要。二，骑自行车，再努力也追不上轿车，说明平台很重要。三，男人，再优秀，没女人也生不下孩子，说明合作很重要。四，一个人，再有能力，也拼不过一群人，说明团队很重要。五，想有保障，买再大的水桶都不如挖一口井，说明管道很重要。六，想要五福临门，唯有相信因果，注重德修，厚德载物，说明为人很重要。七，想获得成就，唯有真正改变，从事上改，从理上改，从心上改，说明心态很重要。八，两只青蛙相爱，婚后生一癞蛤蟆，公青蛙见状大怒，怎么回事？母青蛙哭住说，他爹，认识你之前我整过容，说明了解一个人很重要。九，小驴问老驴，为啥咱们天天吃草，而乳牛餐餐吃饲料？老驴叹道，咱们靠腿吃饭，人家靠胸脯吃饭，说明认知很重要。十，鸭子与螃蟹赛跑难分胜负，裁判说，你们划拳确定吧？鸭子大怒，我出的全是布，他总是剪刀，说明先天很重要。十一，狗对熊说，嫁给我吧，你会幸福的。熊说，嫁你生狗熊，我要嫁给猫，生熊猫才尊贵，说明选择很重要。